近代历史上被定论为首屈一指的大汉奸。不过就在100年前，这个名字却还代表着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他以身刺杀摄政王未遂，在死囚牢中写下了慷慨激昂的悲歌，曾经传颂一时。但是仅仅20多年之后，行刺者就变成了被刺者，革命党沦为了通敌人。近代中国恐怕很少有人像汪精卫这样两次轰动全国，而且形象大逆转。他的转变不但是个人的悲剧，也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的伤害。究竟是拥有权力之后的汪精卫变坏了，还是两次转换之间有着什么隐匿的人格暗线？他的转变是否有更为复杂的历史因素呢？时隔70余年，当今天的我们再度回望汪精卫，回望那段烽火连天、复杂多变的历史过往的时候，也许会更加洞悉他的全貌。汪精卫一生和刺杀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成名于刺杀的行动也深固于被刺的枪伤。仅仅在汪伪政权的5年之内，他所经历的刺杀就不下10次之多。刀光剑影的背后浮现出的不仅仅是那些至今未解的谜团，还有汪精卫命运多舛的人生。这里是北京最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后海。这片水域的面积有30多公顷，是北京城内在元大都时期留下的古老遗迹。岸边风景宜人，优雅静谧，历来都是皇亲贵胄的居所。在它的北岸就坐落着一个清代王府，这个横跨后海北院44号和46号的古老建筑就是著名的醇亲王府。皇太后懿旨，载沣之子溥仪入城大都为四皇帝，载沣为监国摄政王。1906年正月14，王府中再添新丁，醇亲王载沣喜得长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到3年后，这个儿子便继承了大清的皇位，年号宣统，而他自己则成为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此时的清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27岁的摄政王公务繁忙，不得不每天奔波于皇宫和王府之间。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固定行踪正在几个年轻人的严密监视之下。1909年年底，这几个年轻人在前门外的火神庙街上挂起了一块守贞印象馆的招牌，开始开馆营业。他们经常聚会，开怀畅饮，操着一口南方口音，还有一身西洋装束，头上也没有发辫。生意清淡的照相馆里，却时常飘出一股浓浓的药水味道。这些奇妙的西洋做派和匪夷所思的状况，吸引了附近居民的好奇心。不过，没有人会想到，在这些年轻人中，就有朝廷悬赏10万大洋通缉的革命党人汪精卫，而他此次北上的目的，就是要刺杀摄政王载沣。经过反复勘查，他们把刺杀地点选定为王府附近的一座小石桥下，这里正是载沣每天上朝的必经之路。3月31号的晚上，黄复生和玉培伦两个人就到这个桥底下挖坑，准备埋炸弹。但是刚挖了一会儿，引起了一阵狗叫声，他们俩有点慌啊，怕被人发觉，所以回去了。第二天又过来挖了一大坑，把这个装满了炸药的这个大铁罐埋下去了。但是这时候发现，这个引爆这个炸弹的引线，那个电线不够长，所以又只好又回去了，去买了电线。第三天晚上再来，结果当天晚上他们正在这个掩埋这个电线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人朝他们这边窥视，所以两个人非常警觉，赶紧离开。两人经过商量，决定由于培伦去通知汪精卫取消行动，黄复生留下负责观察情况。
按照计划，还有几个小时，早朝的载沣就要从埋伏的地点经过，只要一拉引线，行动便可大功告成。不过汪精卫也没有生还的可能，因为他就是那个自告奋勇要去拉动引线的人。汪精卫到北京行刺之前，他给南洋的那些革命同志所写的信就讲得很清楚，我这一趟去北京城去行刺，就没有打算活着回来。他说，如果我死了，你们所面临的任务比我还要困难十倍，即使我在菜市口被砍头了，我也要张着眼睛看到你们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天。他是抱着一种必死的决心去做这个事情的，这是可以肯定的。此时围绕着汪精卫的是恋人诀别的悲情，一想到男友可能有去无回，陈璧君便忍不住哭了起来，而汪精卫也是心情沉重。眼前这个柔情的女子不但是他的爱人，更是他的同志。因为她是华侨的，很有钱的华侨的一个女儿啊，当时她分到这个橡胶园，因为南洋啊出橡胶，汪精卫很会演讲啊，结果那个陈璧君她受了感动，她就把这个橡胶园整个捐给革命，当她是孙中山在南洋就捐款嘛，这个是一大笔款子嘛，所以陈璧君呢从此就追随这个汪精卫。陈璧君很浪漫啊，性格很活泼啊，所以他一看到汪精卫的仪表和他的演说啊，精彩的演，所以他就是出了爱慕之心啊。我认为陈璧君是主动的，这个汪精卫是被动的。他年龄比汪精卫大，他是大姐，而且他这个人政治上很成熟。这有人就说汪精卫这个人优柔寡断，如果不是陈璧君，他不会走得那么远。陈璧君是汪精卫的主心骨。诀别之际，陈璧君的一句“临别无所赠，愿以身相许”，让汪精卫百感交集。正在这时，于培伦突然破门而入，匆匆地告诉他们，行动已被发现。不久，黄富生也跑了回来，因为他看到警察已经发现了现场的炸弹。本来汪精卫他们以为在寒冬的夜晚人迹稀少，正是行事的好时机，可是偏偏天公不作美。据说当天晚上啊，小桥附近有一家人的妻子突然和别人私奔了，这男人晚上气得睡不着觉，就深夜走出家门散步。可是当他走到小桥附近的时候呢，忽然看到有人影在桥下挖土，他马上就联想到这是不是有人在埋藏财宝，于是他就潜伏在一旁偷看，想事后取走财宝。可是当他看到黄富生和玉培伦行动怪异，不像是埋财宝的样子，他才感到情况不对，于是立刻跑去报了警。虽然行动暴露，但是汪精卫却不同意马上撤离，而是主张留在京城等待新的刺杀的机会。最终几个年轻人听从了他的建议，决定冒着被发现的威胁与命运做一次赌。炸弹被发现的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都登出了新闻，因为小桥在摄政王府附近，大家都明白这是有人想行刺摄政王。不过报纸上的分析呢，却都认为这是清廷的内斗，也有人说是炸弹中包炸药的这个报纸呢写有伦敦字样，而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正好刚从伦敦回来，所以很可能是他们在搞暗杀。也有人分析说呢，是庆亲王想谋权篡位，还有人说这是外国人的阴谋。总之说来说去，却没有一篇新闻怀疑到是革命党所为，这让汪精卫大为安心。三天后，报纸上又刊出新闻说，银锭桥炸弹案的凶犯已被抓获，这无疑是给汪精卫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甚至开始积极准备下一次暗杀行动。这些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丝毫没有察觉暴露的危险已经向他们一步步逼近。此刻汪精卫念念不忘的唯有行动的成功，因为他坚信只有胜利的消息可以挽救那个远在东洋岌岌可危的革命组织。
驱逐鞑虏，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但直到1908年中，同盟会已经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都相继失败，大量革命青年为此而牺牲。反对者趁机开始批评革命党的暴力，批评革命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只会唆使别人送死而为自己谋取名利。这个梁启超这一些人啊，是这个汪精卫啊是住在高楼大厦的戴白手套的革命家，又说他呢是专门追求青年少女的这个风流人物等等。所以当时很多人基本上是不太看得起这些留学生，就觉得你们这些人躲在东京然后在东京喊打喊杀摇笔杆子，可是真正你们是没有办法拿着枪上前线的。反对者这样的批评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孙中山的运动，一些人甚至主张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在被批判和倒孙狂潮的夹击下，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当时汪精卫是同盟会中的骨干，更是孙中山坚定的追随者。为了挽救同盟会，他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廷的高官，用鲜血来证明革命党人的决心。所以这个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理智的考量，要激发这个革命的热情出来。在那个年代对于革命党人来讲，这个暗杀是他们非常推崇的一种手段，他们觉得用这种手段可以鼓舞他们的革命士气，可以给这个他们的敌人，也就是这个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从现实来讲，这个暗杀也是他们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手上没有太多的这个军队，也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来支持一个军队，来建立一个军队，所以以这种暗杀的这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一种手段，来作为打击清王朝的一种有力武器。严格来讲，这都是秀才的行为了。就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都不是专业的革命者，或者说那种真正上过战场的人。他们其实都是那种属于就是比较秀才去当兵，类似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秀才当兵无疑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没有对付敌人的经验，甚至没有对敌人有必要的警惕与怀疑。一张报纸的文章就可以让他们安稳地留在京城，丝毫没有察觉清廷的警察对他们的监视。其实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就明白是革命党所为，为了防止暗杀者逃跑，他们故意向新闻界放出假消息，而暗地里则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对暗杀者的追查。据当年参与侦破此案的摄政王府的马队卫士金祥瑞回忆，一日傍晚，他发现一个装束特别、很像外地人的青年，便尾随其后，一直跟踪到守贞印象馆门口，后经买通负责修版的王某，问明了照相馆内每个人的情况，并得到了汪精卫等人的照片。警察随即开始严密监视照相馆，正好赶上照相馆搞装修，一些密探便混入装修工人中，并从照相馆内盗出了许多革命党的机密文件。由此决定，这次暗杀行动正是革命党所为，首谋就是清廷出重金悬赏人头的朝廷钦犯汪精卫。1910年4月16日，警察包围了守贞印象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孙中山在得到汪精卫被禁了以后
你知道吗？他说现在他有一个给一个美国的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军事的一个专家，叫何马里啊，很要好的一个军事才子啊。他给他的信里面说，我一个很这个亲信的同志啊，已经现在被北京已经抓住了。现在如果唯一要解救他的办法哈，只有再发动一次起义啊，去解救他。你看看，你看对这个汪精卫有多样的一种怎么讲痛惜啊。汪精卫是同盟会中最年轻的骨干，被赞为三才齐聚之人，人才、口才、文才都很突出，因而深得孙中山的赏识。这个英俊少年不但是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也是他的同乡。1883年，汪精卫出生于广东的一个大户人家，祖上是书香门第，祖父、父亲和长兄都是清末的文坛翘楚。不过汪精卫双亲早逝，身世飘零，从13岁起便跟着同父异母的长兄一起居住，长兄比他大20岁，宛若严父，这让汪精卫从小便有了寄人篱下而渴望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也养成了他温婉懦弱的性格。他跟蒋介石呢也有个很像的地方，就是他们年很小的时候都是孤儿啊，蒋介石是妈妈养大的，然后呢他们是依靠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啊，然后汪兆铭也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玩的问题，就是说两个人都是一个孤儿背景，可是后来呢两个人却走的，我想都有一定程度的那种不安全感，可是两个人后来是走到两种个性啊，就是我们说过犹不及，就刚好是一个光谱上面的两个点。1904年，21岁的汪精卫迎来了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那一年，他参加了清政府举办的留学考试，并考取了日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9月，汪精卫和他的同乡胡汉民、朱执信等几十名青年远渡重洋，开始了留学生涯。从此，他们的人生与近代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和汪精卫一起赴日留学的胡汉民比汪精卫大4岁，两个人不仅是同乡，也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传闻胡汉民得知汪精卫要行刺摄政王呢，力劝无果，竟然抱着他的腿痛哭流涕。听完汪精卫被捕的消息，胡汉民立刻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全力为好友的安危而四处奔走。然而造化弄人，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对情谊深厚的战友日后会反目成仇，为了政治的角逐而分道扬镳。不过那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单静亲自主持审理此案。肃亲王是当时清廷中少有的人才，对清廷的腐败早已经深恶痛绝。此刻肃亲王看到搜缴上来的3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他读了以后不禁感慨万分。他非常欣赏汪精卫的文笔和见识，也有感于这些年轻人不惜牺牲的精神，这一切激起了他对于革命党人的同情。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就讲，革命党人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就是为这个主犯的这个柴火，这个柴火顷刻之间就化为灰烬，这是革命的烈德。另外一种前途呢，是做主犯用的那个锅为釜，这个锅呢要忍受持久的煎熬，所谓恒德啊，烈德、恒德，这是革命党人的这个所向往的两种道德。那他所选择的是要做顷刻之间化为灰烬的柴火。不忘为虎，忘为先呐、啊，这个是贯穿他一生的，我认为他的一个行为。你从这个地方去看他，你才会看得准。汪精卫为什么在不同的时空里面会做同样的事情，而且都是这个勇往直前，而且不顾人家的一种劝阻，连生命在所不惜，最后连名节也在所不惜。可见这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浪漫主义的情怀，
所以汪精卫这个人性格当中有非常浪漫非常冲动的一面，所以他才愿意做那瞬间化为灰烬的柴火，他愿意自己的生命像流星一样划破长空，他愿意自己像绚烂的樱花一样短暂的盛开。由于清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1910年4月25日，清廷法部按照西方国家的法律程序开庭审理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汪精卫在被告席上宣读了他纪实写成的数千字的供词，对自己的刺杀行动供认不讳，但没有指认同党，只说自己才是主谋。最终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二人死罪，判处永远监禁。在狱中没有给汪精卫带那种沉重的脚镣，而且汪精卫在狱中可以看书可以写字，这也是一种优待啊。所以汪精卫在这个监狱的时候写了不少的诗词，而且其中有一些是广泛流传，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除了抒发革命的豪情，汪精卫还给陈璧君写了一首情诗，诉说离别的惆怅。没过几天他便收到了陈璧君的回信，信中说，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手捧回信，汪精卫着实为陈璧君的真情所感动。有什么比这心灵的结合更具有爱情的真意呢？他当即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了一个诺字。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年多之后，汪精卫和黄复生便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而被清廷宣布提前释放。出狱那天，北京各界人士1000多人群集在门前，争相一睹汪精卫的风采。这位身着青布长衫的年轻人因为一次不成功的刺杀，一夜之间闻名于世。盛名之下的汪精卫也成为袁世凯等北方实力派最想结交的革命党人，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更是仰慕于汪精卫的文采而与他一结金兰。到了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汪精卫是革命党里头很少数跟北京当局有联络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玄机啦。这基本上这是后来很多人谈到说，其实汪兆铭会有点像说脚跨两条船哈，然后经常性的在两个阵营中间游走啊。其实从他在辛亥革命后大概就有这个迹象，有人是用这种观点在看这件事。然而汪精卫并没有接受袁世凯等人的高官厚禄，他甚至也不准备在孙中山的新政府中任职，而是提出了不做官、不嫖、不赌、不吸鸦片这样清规戒律一般的六不主义，准备急流勇退。因为当时他被大伙捧为英雄，那么在那样一个情况之下，他能够急流勇退，他对自己内心的这种期许和认可应该说是非常高的。不是他一个人，还有好几个人。革命成功以后啊，那就是推举三林啊，表示清高。陈璧君就奉旨他不抽烟 不喝酒，这个你还能够做得到啊，不近女色，我想你也可以做到。但是你说你不能做官，我说你这是做不到的。1912年春天，汪精卫和陈璧君举行了结婚仪式。婚后夫妇二人远渡重洋去法国留学，在法国的这段时间成为汪精卫一生中难得的悠闲时光。此时的他也许不会想到这样的恬淡岁月终其一生都不会再有。
汪精卫在法国和吴志辉、蔡元培等人呢，掀起了勤工俭学的运动，又为俭学会的刊物呢担任主笔，继续宣传他的革命思想。但是这些文章的影响力远远不如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发表的那些作品，这让他感到有些许的落寞。淡出政坛的汪精卫也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局势，反元斗争的兴起打破了他回避政治的计划。1913年，汪精卫、蔡元培等人奉孙中山之命紧急回国支援二次革命。之后的革命形势几经周折，失败、流亡、北伐、平叛，无论艰难险阻，汪精卫都始终追随在孙中山的左右。那么这一切的经历也成就了汪精卫的政治资本，历练了他的从政的经验，极大的提高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威信，但是呢，也让他在政治的漩涡当中越陷越深。从此他再也做不回那个吟风弄月的文艺青年了，也不能仅凭着引刀成衣快的革命激情来自由行事，他要面对的将是比死亡更为凶险诡异的政治人生。接着为您播出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特约之腾飞中国。1935年11月1号，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召开。这一次会议除了少数几位中央委员没有出席之外，其他人都悉数到齐。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也都有参加，与会人数呢打破了以往5次会议的记录，似乎这也显示了各派之间的一个大团结的局面。但是在会议开幕的第一天，身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就遭到了刺杀，这致使现场一片混乱，会议也没办法继续了。当天汪精卫身中3枪，虽然被伤到脏腑，暂时保住了性命，但是有一颗子弹却因为没有办法取出来而留在了他的体内。多年之后，正是这颗如影随形的子弹让汪精卫命丧黄泉。1935年11月1日早上7点，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以紫金山中山陵的谒陵仪式开始。开幕典礼后，按照惯例，全体中央委员步出大礼堂，前往会议厅前合影留念。但是大家等候多时，蒋介石却迟迟不肯来，直到摄影完毕，他还没有出现。正当各位委员转身离场之际，突然从记者群中冲出一人，拔出手枪射向汪精卫，刺客连开3枪，枪枪命中，汪精卫应声倒地，现场顿时一片混乱。张继是吧，拿着一个那个好像是一个药篓子，不知道是不是红手炉那样的东西，他就砸向孙凤鸣砸过去，结果大概把他的手打中了，所以枪掉到地上，然后是张学良跑出来把那个孙凤鸣抱住了。当时的这个卫士其实也在向刺客开枪，所以他是受了伤的，但是后来就说不要打死要留条命，就是要审讯嘛。这个张继啊，平常是出了名的怕老婆，但是那天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而且张继年纪也比较大了，54岁了，就他一个人死死抱住这个刺客。这个刺客因为枪里边没有子弹了，所以拿着那个枪把使劲的这个打张继。张学良见状也冲了上去，对着刺客使了一个棒腿，刺客应声倒地。由于蒋介石莫名其妙的缺席，这次刺杀事件引起了汪派人物对蒋介石的怀疑和不满，外界纷纷传闻，
这是一次有人幕后指使的行动。汪精卫的忠实追随者陈公博日后曾在回忆中说，我那时非常之娇闷也悲愤，那时我如果有一根手枪在身旁，也许打一个人。虽然他没有点名这个人是谁，但其中的寓意早已溢于言表。那些中央委员们也纷纷猜测这个事情有可能是蒋介石干。蒋介石那几天啊，正好碰上开这个大会，看到很多人看他的那个眼神都有点不对，他觉得非常的郁闷，非常的难过。他在日记里讲，他说宁可挨枪的是我，那样我都会比较好过一些。但这个事情逐渐的确不是蒋介石的安排。从各种史料和回忆来看，这次四汪案确实不是蒋介石的指使，但是人们的怀疑也是事出有因。汪蒋之间的纠纷由来已久，十年间两人由同志到对手，由斗争到合作，分分合合，缠斗不断。1925年初，孙中山抱病北上，汪精卫作为他的中文秘书随侍左右。2月，孙中山病情加剧，于是汪精卫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商定，为孙中山起草遗嘱，遗嘱由汪精卫亲笔拟写，并读给他听。听完后，孙中山表示非常赞成，只字未改。于是，这篇由汪精卫拟写的总理遗嘱，被当作孙中山的政治遗嘱公开发表。而起草总理遗嘱一事，也成为汪精卫继刺杀摄政王之后又一重大政治资本，这让他成为人们心中孙中山的重要继承人。其实呢，孙中山去世之后呢，国民党内部有三个巨头，就是有可能接任孙中山的那个位置的，一个就是胡汉民，就是一个是廖仲恺，一个就是汪精卫，这三个人。那么这三个人当中呢，他们的政治倾向是，胡汉民是右，就是偏右。那么廖仲恺呢，他的政治倾向比较左，就是比较靠近共产党这一派。那汪精卫呢，他比较偏中，就是他能够呢，就是在左和右的当中呢，柔和大家。那反而呢，得到大家的拥护。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广场上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一个短暂的汪精卫时代开始了。在那个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时代，要想统一全国，必须赤足武力。就在这时，蒋介石出现在汪精卫的视野中。蒋介石呢，他从某种意义上呢，他只是汪精卫的那个跟班，就是他的手下。因为从蒋介石的早年的日记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他每天几乎都会提到精卫，就是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就是每次很多时候他都会请示他，他很在意汪精卫。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也是很有希望接掌最高权力的候选人之一。然而在汪精卫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胡汉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这时胡汉民非常不满，他和汪精卫本是生死之交，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权力面前，他们的友谊开始破裂。胡汉民开始支持党内的右派反对汪精卫。正在此时，廖仲恺突然遇刺身亡，国民党三巨头并存的平衡局面也随着刺杀的枪声被打破了。
随着蒋介石的迅速崛起，新的三巨头局面呢也就此形成了。有人形容这三个人说，和人交谈的时候，胡汉民呢他的特点是我说你听，态度很强硬，言语刻薄。汪精卫呢是你说一半我说一半，为人随和，善于交流。而蒋介石则是你说我听，性格沉闷严肃。不过相比于胡汪的文人从政，拥有军权的蒋介石无疑有着极大的优势。为廖仲恺被刺一案，汪精卫亲自组成了特别委员会来追查凶手。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胡汉民的弟弟被锁定为了主谋之一。因为受到这层关系的牵连，胡汉民呢就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被派往了苏联考察，淡出中国政坛。而蒋介石迫使许崇智出走上海，少了一个同他争夺军权的劲敌，从而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这样一个局面，这也为汪蒋日后的离合和争斗埋下了伏笔。此后，汪蒋斗法的时代就悄然拉开了帷幕。为了早日查清案件、洗刷冤屈，蒋介石严令戴笠立刻追查，迅速结案。当天，南京全城都宣布了戒严，水陆空交通也全部中断，一场大规模的搜捕审讯就此展开。很快，刺客的真实身份和他的几个同党浮出了水面。刺客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曾经参加过十九路军，是个枪法很好的军人。经过调查发现，这个晨光通讯社就是一个暗杀团体，而他的幕后的支持者和投资人之一呢，就说是胡汉民。一个已经踏入政坛的人物再次出现，这令大家又想起了汪、胡、蒋三巨头之间的恩恩怨怨。1925年，廖仲恺遇刺后，胡汉民被迫远走苏联。不到半年，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跃成为国民党中最有实力的人物。两个月后，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的处置让拥有最高军政大权的汪精卫自觉颜面扫地。他负气辞职，远赴欧洲，这给了蒋介石一个绝好的机会。当他再次返回国内的时候，蒋介石在军政两界的地位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在野的汪精卫虽然也为反蒋而奔走，但终究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因为他是个文人，蒋介石是个武人。汪精卫跟蒋介石最大差别就在这里，就是汪精卫始终他不掌握军权，他实际上没有自己的亲信，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在中国，你如果没有军事支撑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在政治上施展什么占领比较大的舞台，做不到。因为中国军阀混战嘛，有枪就是草头王嘛。我没有办法在枪杆子上面跟蒋来对比，那我就尽量的在社会的这一块或者知识界的这一块想办法去培养我的角色啊，或者说至少塑造我一个形象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后来他在北伐以后下野以后，他自己有一个叫做改组同志会啊，就换句话说，等于就是一直都是批评蒋介石独裁啊，哈、啊，然后批评专制啊，大概用这个方式来争取他的舞台啊。所以大概我们刚刚提到说，大概一直到30年代前，他在知识界还是有一定的声望。就在国民党几派之间缠斗不断的时候，日本开始虎视眈眈进军东北。1931年9月，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悍然发动了918事变，中国军队抵抗不力，一时间国土沦丧，烽烟四起。6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他们也很愿意的。918事变第二天，中国政府便斥逐国联，强烈要求国际社会干预，全国的抗日热情瞬间被点燃，反对侵略、保家卫国的呼声此起彼伏。由于民众抗日的呼声很高，被认为领导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那么在第二次下野过程当中，蒋介石就觉得应该重新呢去找一个
就是一个盟友，那么这个盟友就是汪精卫，他也想取得中央政权，所以这个时候他对反蒋的这个态度呢，反而呢比较暧昧一点。人终究要舞台，我今天在政治上我要存活下来，我一定要个舞台，所以我认为说蒋汪合作是各取所需啊，蒋需要有人帮他扛党政的事情。啊，那对汪来讲，他也知道在五人的这种政治里面，他能够有的舞台基本上很有限，啊，那他从一个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他需要这个舞台。汪蒋的合作就此一拍即合，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成为两人共同认定的对日政策。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正是在这一天晚上，日军在上海闸北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128淞沪抗战打响了。从1月28号打到2月12号的前后的这个时间段呢，汪精卫其实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很重要的作用。再加上呢，那个时候中国的军队呢，十九路军呢战斗力比较强，而且呢日本的战斗力是主要是那个海军陆战队啊，它的战斗力比较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基本上是中国军队是处于上风的啊，处于上风的。那所以汪精卫看来，哎，这个政策是对的，啊，这个政策是对的，所以打得挺好。淞沪抗战以中日双方的一纸停战协定告终，然而一时的胜利并没有换来长久的和平，协定墨迹未干。日军又在热河一带发起了挑衅，1933年元旦夜，日军开始向山海关进攻。横亘在日本面前的是风霜满面的万里长城，身背大刀的将士们用血肉阻挡着侵略者的枪炮，战斗异常惨烈，中国军队的伤亡接近日军伤亡人数的10倍。前面的军官回来说，中国军队根本不能跟日本人打，因为中国的武器弹药呢，啊，武器装备根本不是日本人对手，因为还没有看到日本人的枪就已经来了，就是说，或者说呢，我们一看到日本人，我们打不到日本人，我们的枪打得没那么远，哎，日本人的枪可以打到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汪精卫也深感，中国这个时候的抵抗呢，哎，不能积极抵抗了。在长城抗战最为惨烈的时刻，属于汪精卫直接领导下的《华南评论》刊发了《主战宣言》一文。此文虽未出自汪精卫之手，却可视为他的代言，这也是在抗战中汪精卫最为激烈的抗日宣传。文章中说，我们除了信奉汪先生的主张实行民族自卫战而外，还有什么踌躇的余地呢？战是我们唯一出路，要从战争中才能获得民族复兴的前途。但是在文章发表3个月后，汪精卫却在给胡适的书信中表达了对中日战争完全悲观的看法，而此时长城抗战已进入尾声。合作之初，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成为两人共同认定的对日政策。汪精卫解释说，这就像是对付强盗，假如有强盗来你家抢东西呢，那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一面拿出擀面杖打强盗，一面报警。打强盗就是抵抗，而报警呢，就是诉诸于国际社会，向国际社会来控诉强盗的罪行。但是长城抗战的无比艰辛，让汪精卫看到了战争的惨痛代价。
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他似乎有了不同于往的想法。这以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并且监管外交和日本交涉，自然由他来出面负责。但是，怎样的交涉才能够起到缓和的作用？怎样的妥协才不算是丧权辱国呢？在抗日热情高涨的1930年代，妥协这两个字足以为他引来杀身之祸。1933年5月31号，中方和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冀东为非军事区，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日军可居高临下威胁北平城。这一局面的形成为日后的全面战争埋下了引线。政府签订这一城下之盟，分管外交工作的汪精卫自然难逃公众舆论的谴责。据陈公博回忆说，当年南京的一家报社呢，报道了日本公使回国的时候，汪精卫送他到车站的新闻。文章当中说，汪精卫送别的时候还依依不舍地哭了一场，因此报上刊登了两句诗词来讥讽他，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塘沽协定公布后，社会舆论一片沸腾，强烈抨击蒋汪批准的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上海的市民团体还联合发出通电称，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既加以卖国之名，岂得为过。面对全国的一片声讨，汪精卫感到压力倍增。据陈公博回忆，有一晚汪精卫在家吃晚饭，家人趁机提出反对他兼任外交部职务。酒后的汪精卫突然大哭道，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陈公博就说，你看看大家都指责你骂你这是骂你卖国。那汪精卫就说，如果这次行为是卖国的话，还是由我来卖比较好，因为其他人的卖可能卖得更多。那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就说，这个国家危难之际，我不跳河坑，谁跳呢？所以他有这种情节，好，就是跟他去刺杀那个摄政王一样，就是有这种烈士的情节在，啊，也反映他的情节。1935年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控制华北，史称华北事变。5月29日，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并要求于12日以前答复。何应钦立即请示汪精卫，汪即回电答应日方全部条件。7月6日，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签署了和美协定。这两个协定呢，进一步使这个民意啊反弹，民意反弹，因为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和塘沽协定，再签停，因为这两张签订是通过战争对吧，打了仗，但是华北事变呢是没打仗，却秘密地签订了这两个协定，这两秘密的协定又被公布出来，就是说被人家透露出来。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这被人家透露出来呢，内容又没有公布出来，那大家就猜测更多。所以这样的话呢，主持外交的这个蒋介石汪精卫呢，就受到所有人的攻击，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攻击。他说，你外交部得好好给我们解释你这个现在对日政策是什么样子。那汪精卫就说，那就是只有四个字，就是忍辱求全，就是这四个字。那蔡元培就说，忍辱我们都能明白，都会很容易理解，那求全呢到底是怎么理解，你好好解释。然后这时候吴智慧就站起来就开始讽刺他，说啊，求全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他说这个求全嘛，就是这个把这个就是在忍辱的前提下，把这个中国完完全全的送给敌人，这个就是这样，就是讽刺这个汪精卫。那汪精卫就气得就退场了。这个其实到后来，当时所谓的亲日派，其实到后来都很为难，因为和美协定以后，这个问题已经浮上来了，哈，就换句话说，都和美协定了，整个北平天津都不是我们的了，那还要再敷衍吗？还能够再忍耐吗？所以和美协定以后，那个最后关头的那个话就开始起来了，所以他们就说，不知道南京你到底要忍耐到什么时候。
1935年7月，国民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汪派人物对此大鸣不平。汪精卫于8月8日递交辞呈，却被蒋介石极力挽留。他亲自向监察院解释说，汪精卫的所有对外政策都是跟我商量过的，我也是同意的。如果他走到前台跟日本进行妥协的话，对他的声名会有所损伤，到时候可能就是对于这种国家这样一个抗战是不合适的，所以就需要有一个人帮蒋介石挡在前边，所以这个人就是汪精卫。汪底下的人，很多人像陈公博他们也反对，他们就觉得哎，蒋介石今天这种局面都是汪老您造成的，就换句话说，您不小心把他拱上去了啊，而您自己做的都是一些把一个臭马桶顶在头上的事儿，所以基本上汪派里面像陈公博他们从头到尾就反对跟蒋合作啊。可是呢，对于汪来讲的话，他汪讲过一句话，就是汪讲了一句话，汪说，我今天到那个什么，到别的省份，我去跟小军阀合作，我也是受小军阀的气，那我不如到南京依附最大的军阀，我受大军阀的气。所以基本上他也没得选，他要舞台。但继续主政的汪精卫却再也无法避免万民声讨的命运，他被刺杀的一天终于到了。遇刺后，汪精卫被紧急送往中央医院抢救治疗，经过医生检查，所中3枪，左臂1枪较轻，经消毒缝合并无大碍，左脸颊1枪损及骨头，碎片落入左眼中，经过3次手术才将子弹取出。而最难处理的就是背部的1枪，这颗子弹夹于5-6肋骨间，伤及脊骨，经过多方名医会诊，最后认为根本无法取出，只能留在体内。但有医生断言，因为这颗子弹，汪精卫活不过10年。汪精卫遇刺十几天之后，国民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全国抗日要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之下，蒋介石在对外关系的讲话当中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而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已绝不轻言牺牲。大会提出将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作为国民党此刻唯一的一个大方针。这次会议之后，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而汪精卫和汪系人物呢，则因为他的遇刺而暂时淡出了政坛。不过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获得了实权的蒋介石很快就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当中，而这场危机带给了汪精卫政治复苏的机会，但也把他引向深渊。接着为您播出《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特约之腾飞中国》。河内刺汪案件发生在高朗街，这里离河内市区不远，当年曾是一处富人居住区，别墅林立，环境优雅。汪精卫所住的高朗街27号是一幢西式3层别墅，正面临街，左侧有一条小巷，右侧与25号相连，院子设有后门和角门，正门则整日关闭，门前街道宽阔，还只有一排高大的棕榈树。就是在这样的一栋豪华别墅里，汪精卫开始了他后半生中内心最为煎熬的岁月。那份公开表明他愿意与敌谋和的唁电也是在这里发出的。
从这份电文面试的那一刻开始，他的人生也彻底转向。这个转向对于汪精卫无疑是痛苦的，而他的犹疑、挣扎、取舍，早在多年以前就已显露端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日，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10天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抗战演说，号召全国军民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937年七事变的时候，蒋介石的第一反应就是认为日本人要占领华北，要发动全面侵华。这当然是一个突发事件，一个小事件，但是蒋介石的反应不一样。因为站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立场上来讲，华北是不能丢的，华北丢了，那就意味着中国就完了，这是最后关头。由于当时国民政府还在针对卢沟桥事变和日本进行交涉，所以蒋介石的这份演说词当天并没有对外公布。继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之后，汪精卫也做了发言。他就说要彻彻底底哈，轰轰烈烈牺牲之后，就连他自己都可以牺牲，牺牲之后再等后面人吧去重建。这个刚刚辛亥革命的时候呢，那个我们说的什么烈士情节，那个什么东西，那个很接近，就是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看法。他本来就是一个悲观倾向的人，就我一开始就讲了，他跟蒋介石刚好两个极端啊，就是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他还不放弃啊，就对蒋介石是那种个性啊，就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就是他即使是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喊。最近唱衰的时候，他还是很强硬啊。那汪精卫是一路都很悲观啊，就是那个比较阴柔的个性，然后事情会往坏的地方想。抗战全面爆发后，汪精卫和蒋介石再度合作，但此时的汪精卫却觉得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思想上的分歧也日渐明显。仅仅在一年多以前，汪精卫所主张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和攘外安内的政策还被蒋介石所认同，但现在似乎他已经做好了联合共产党全面抗战的思想准备。可是以中国如此贫弱的国力，能与日本对抗多久呢？想到抗战的前途，汪精卫感到毫无希望。因为中日两国啊，这个军事实力实在是太悬殊了，啊，这个军队的装备、这个士兵的训练组织，啊，各个战区、各个军队之间的这种协调程度，中国军队跟日本军队的这种差距非常的大，而且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那种腐败。表现出来还非常的严重，高级将领以及那些不法奸商大发国难财，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但是呢，路有冻死骨，饿殍遍野，所以这种种种景象，让汪精卫觉得对抗战的前途非常的悲观。德国买的150毫米的榴弹炮。105口径的榴弹炮，这当时中国的重炮了，就那么全中国大概就24门，150在淞沪大概就打掉了20门，就813呢。所以汪精卫就觉得这样打不行，这样打下去，中国这一点现代化军队的一点骨干啊，就都打掉了，打光了。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军队虽然有150万。日方只有38万，但是日方国家是有一个战备体系的，战事爆发以后，它很快就扩展到400万的军队，而我们由于没有这个国家没有这个战备体系，只靠抓壮丁抓了50万，再凑齐了200万的军队，早期的双方人员双方的比例
几乎都是十比一，我们要牺牲十个中国人的话，日本人才战死一个，就是这个比例一直拖到了战争快结束的话，我们也只有可能降低到六比一左右。就在战况万分危急的时刻，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希望中日双方停止冲突，回归谈判。这在汪精卫和当时的许多国民党大员看来，无疑是一个恢复和平的天赐良机。那么当时在陶德曼调停的这个过程当中，即使南线沦陷之后，日本人的条件更加苛刻了，更加苛刻了，但是很多人还是希望蒋介石能够签这个字，甚至蒋介石说我不签，居正当时司法院长居正呢，他说这样吧，你不签我来签，你怕承担这个卖国的责任，我来承担。所以不是汪精卫一个人这样做的，其实是整个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当中呢，都充满着这种失败主义的这种情绪。1937年11月18日，在国民政府撤离南京的前两天，行政院参事陈克文见到了正深陷痛苦之中的汪精卫。他在日记中写道：“先生摇头叹息，为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停了一会儿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申循，是和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留此有用之声，为国尽力。先生说话极少，斧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随着战局日渐艰难，日本的侵华野心也越来越膨胀，最终国民政府没有在日本苛刻的谈判协定上签字，陶德曼的调停失败了，日本政府因此恼羞成怒，首相近卫文磨一气之下提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论调，但是话一出口呢，他就后悔了。为了弥补这个外交上的败笔，日本决定另辟蹊径，在中国政府内寻找另外一个代言人，这样呢，不但可以继续和中国谈判，还可以瓦解中国政府的抗日阵营。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想到了汪精卫。夹杂在一片低矮民房中的这栋破旧的灰色小楼，看上去还明显带着民国时期旧式建筑的模样。这里就是南京市区西流湾八号，著名的汪派人物周佛海的旧居。它建于1932年，地面两层，另外还带有一个宽敞的地下室。1937年全面抗战后，顾祝同、陶希圣、胡适、陈布雷、程立夫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他们常常借此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于是胡适为这个小团体起了个名字，称为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其观点与当时盛行的高调抗战的区别。从来没有在低调俱乐部里出现过的汪精卫，被他们视为团体的灵魂。但后来胡适渐渐抛弃了和平幻想，他告诉汪精卫，和比战难百倍。不久他赴美出任大使，成为战斗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抗战分子，而汪精卫等人却背道而驰，越走越远。他原来的政策是什么？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现在他仍然是支持，说的是这个。他们提出一句话叫什么呢？抗战是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所以这就是汪精卫一贯的那个对立政策。那么事实上，蒋介石却不是跟他呢产生了分歧，在这个问题上
已经真正实施的已经有分歧了。那么蒋介石就是说最后关头已经到了嘛，所以我们不得不要抵抗嘛。讲得伟大一点啊，他跟蒋介石之间是国际战略的不同。他其实讲来讲去的一点就是说，蒋介石的这种打算依赖英美、依赖苏联打败日本的想法不通啊。不通的原因就是说，你就算 OK 啦，最后这些国家帮你消灭了日本，那战场在哪里？战场终究在中国啊，战场终究在中国，甚至很可能他们还没来，远水救不了近火，他们还没来，国民政府自己就垮掉了。所以他就认为在那个抗战啊到一年多以后啊，武汉跟广州都沦陷，这个时候可以看出来汪精卫对于所谓和平解决这个战争的问题呢，整个这个立场尤其行动啊表现啊完全转变。以这个时间为准，这汪精卫从抗战以来他还是主张跟抗战前一样，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是他一贯的。原本一贯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汪精卫，此刻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对日和谈了。1938年底，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与日本代表营佐征昭、金井武夫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崇光堂举行最后的谈判。双方经过8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的崇光堂协议。那崇光堂协定是很大方的啦，平常心是很大方的啦。所以如果这个条件你真的把它放到1936年、1937年哈，甚至到现在1938年、1939年来讲的话，这个条件还不错啊，严格来讲还不错啊。日本人不要钱不要地，然后呢2年内爽爽快快撤兵啊，基本上只要一中一满啊，你承认满洲国，那基本上国民政府承认他大概在当时来讲应该是一个还算公平的条件。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日本人答应撤兵，在这一点上讲，那么蒋介石汪精卫就觉得那没必要打嘛，那日本人就已经答应撤兵了嘛。但事实上呢，这个蜜月只是一厢情愿的一个想法。这个汪精卫当时觉得可以接受的啊，可是汪精卫所没有想到的就是说，这个日本政府啊，他这个自卫文谋，他文民政府并不是说了算，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那个二战期间呢、啊，日本的那个内阁、啊。这个倒了好多次，啊，这跟德国不一样，德国希特勒一直到最后，希特勒可以说了算，可日本的皇帝也不能说了算，天皇也不能说了算，所以当这个文人政府的决定啊，那个军方不一定听。我们讲的是钓鱼啊，钓鱼上用了很多线，汪精卫这条线。崇光堂位于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7号。是一幢2层的西式楼房，曾经被土肥原贤二当作自己的私宅，崇光堂就是他自己起的名字。小楼的旧址现已不存，按照地图的定位，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十字路口，车水马龙，人流如织，街头的信号灯在红绿间不停地转换，这种繁乱游移的景象也许和汪精卫当年决定接受崇光堂协定时的心情颇为相似。汪精卫的谈判代表梅思平把崇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到了重庆，但在这最后的抉择时刻，汪精卫动摇了，在去与留之间他左右徘徊，举棋不定。他做这个选择跟决定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觉得说这是对国家有益，可是我可能要牺牲自己的名节，或者可是他下这个决定，这种困难的决定的时候，这困难是他想象出来的，也是我们大家想象出来的，因为还没去做，那都会不会成功，搞不好他去了跟日本合作，战争结束了，对，他成了救中国的人，对，那他也是有点赌博，就是汪精卫这个人优柔寡断嘛，
其实蒋介石也优柔寡断，但是跟汪精卫比就好多了，还是有定力啊。汪精卫这个人好像是没定力，他这个一生呢，我觉得他从政治观念呐，各个方面的内政外交大政方针呢，他经常是摇摆不定，在那里变化。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呀，照道理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在重庆大概也很寂寞啊，也没有人什么太理他啊。然后他只要一讲和平，大家都骂他啊。有中国政治人物都这样，中国政治人物就是他一旦在一个地方，他觉得得不到温暖的时候，他通常会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想对汪来讲，他留在重庆他是蛮痛苦的啦，因为重庆的话他基本上都是讲的天下，那他也大概没什么可以讲话的余地。最终在陈璧君、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汪精卫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南京。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中明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河内，迈出了他人生中无法挽回的一步。在即将离开重庆的前两天，蒋介石应汪精卫之请和他单独会面了半个小时。汪精卫最后一次向蒋介石力陈了他对日和谈的观点，这是两个人一生当中最后的一次见面。这对十几年来吵吵闹闹、分分合合的政治宿敌，在这一次会谈之后异常平静地分道扬镳。据说汪精卫在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呢留下了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义，我任其难。”1938年12月29号，也就是汪精卫到达河内的第十天，他决定在汪派所属的《南华日报》上刊发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等人的明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所谓对华三原则，主张对日和谈。因为29号的月幕代日为燕，所以这份明电就被称为是燕电。在把电文交给《南华日报》社长的时候，汪精卫郑重地叮嘱说，此电酝酿年余，几经修改后定稿，故无论如何请勿改一字，制要制要。12月31日，南华日报全文刊发了汪精卫的燕电。与此同时，汪精卫又致书中常委和国防最高会议，申述自己的主和理由，恳请中央采纳他的建议。这两份文件完整地表达了汪精卫对于和谈的理解和主张，也标志着他与重庆国民党中央的公开决裂。而在他看来，他的这些主张不过是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言。他说，我如果不离开重庆的话，他没有办法把他的所谓和平的这种主张能够公开的让国人或者视听所理解，所以他就特别写了一封信给那时候国防最高会议的秘书长啊张群啊，里面就讲了，他说啊，他知道这个人人心中呢的意思，但是没有人敢愿意说出口。我汪精卫啊，就是所讲出来的，就是代表那些大多数人心里面想要说的话，也就是对和平的一种向往。然而此后的一切都与汪精卫的想象大相径庭。1939年元旦夜，他得知了第一个坏消息。就在燕电发表的当天下午，蒋介石立即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的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对汪精卫的处置问题。经过连夜商讨，会议在第二天元旦日作出决议，认为汪精卫擅离职守，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应予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汪精卫原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总会有人响应他的和平倡议，但他没有想到开除党籍这个决议会获得参会人员的高票通过。于
此同时，留在国内的汪派集团也迅速瓦解，很多人公开表示与汪精卫分道扬镳。在汪派阵营中，与陈公博齐名的顾梦渔致电汪精卫说，回应敬畏声明有百害而无一利，如公开决裂，则对内对外其影响之恶必至不可收拾，其结果与先生所期望者或正相反。这番论断的正确性很快得到了证明。唁电发表仅五天后，日本首相敬畏文磨宣布辞职，那个让汪精卫寄予无限和平幻想的日本内阁倒台了，而新上任的内阁成员对和谈似乎没有多少兴趣。第三个坏消息也接踵而至，云南王龙云并没有按照在重庆时商定的承诺发表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响应，并迎接他在云南建立新政府。这一切的变化都在汪精卫的意料之外，他瞬间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一个方面，我觉得他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他觉得只要日本愿意支持他啊，支持，甚至当然不是那么好的条件支持他，可能条件下降一点支持他，还有很多人会响应他，因为很多人都已经之前已经说好的嘛。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他太想做他自己的政治理念，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就他的出走本来是要搞和平运动的，其结果我们发现对和平运动不利的。为什么不利？反而激起了这个中国的民族意识更加强，就把那个汪精卫当了卖国汉奸，是不是？这不耻，所以大家是，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整个的和平的路啊堵塞了嘛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问题。他的那个这个虎心的这种性格啊，还是没有办法让他改变他认定的一个心结，那种心理已决。唁电一出，天下哗然，全国上下对汪精卫的讨伐之声骤然而起。国难当头，政府中的第二号人物竟然叛逃通敌，这对全国军心与民心的影响都不可小觑，蒋介石必须要做出回应。汪精卫给龙云的一封信，这封信就明显的就是说要龙云随着他一块在另一个中央，然后呢和日本人谈判，他我已经跟日本人谈判好了。这时候这个信呢就被戴笠的手下劫持以后，这就是等于是戴汉奸的铁证了。以前只是发表了唁电，就响应那个精卫的那个招降，但是并不能就说明他就是汉奸，只能说他是主和。那现在这个就说明他是确实是要另于中央的。所以说在一月底的时候，蒋介石开始对汪精卫动了杀心，但是这还是准备，并没有说马上就要把汪干掉。真正下决心干掉汪精卫是在3月18号，这天晚上蒋介石在他日记里边写说，汪精卫的卖国活动是越来越迫切啊，所以除掉汪精卫已经成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到这个时候他才下达了最终的命令。因为这次次汪行动极其重要，戴笠曾经亲自赶往河内指挥，并且派出了军统当中的几个王牌杀手，行动组一共18个人，这些人个个身怀绝技，号称18罗汉。他们在河内监视了一月有余，汪精卫的起居饮食见客甚至夫妻吵架都在军统特工的掌控之中。但是这次刺杀行动的结果却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因为死在军统枪下的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明，而不是汪精卫本人。
而且出现这样的错误，居然是因为行动人员在侦查和刺杀过程中的简单的失误造成的，这个理由让人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在刺杀案发生之后的几十年里，学者对他的研究始终未曾间断。果然，有人发现事情原本就不是那么简单。接着为您播出《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特约之腾飞中国》。1939年的河内刺王行动，意外地枪杀了汪精卫的密友曾仲明，这让汪精卫悲痛不已。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他和重庆的彻底的决裂，也增加了他对蒋介石集团的仇恨。此后，汪精卫加快了和日本的合作步伐，并且最终投向了敌人的怀抱。但是沿着这个思路倒推呢，也有一些学者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汪精卫在曾仲明死后迅速的、彻底的倒向日本，在这件事情上，日本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那么日本人和这件刺杀案会不会有什么幕后的联系呢？从动机上来讲，这种推断也不是没有可能。曾仲明在青少年时代就留学法国，先后获得了化学和文学博士，学养深厚。1925年回国后，曾仲明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任秘书，从此他始终追随汪精卫，寸步不离，成为其心腹，就连汪精卫家中的财物也是由他一手经办。所以曾仲明还想到啊，万他死了以后，如果这一下取不出钱来，可能会给汪精卫他们造成麻烦，所以他坚持啊要在支票上签字。然后由于他伤得太厉害了，签字那手发抖，没有力气发抖，签的那个名不像样啊，所以签了好几张，最后选了一张比较像样的。这他签完这个支票以后啊，才断的气。对于曾仲明的去世，汪精卫悲痛万分，亲自撰写《曾仲明先生行状》，以纪念这位相识多年的密友。随后，他又在3月27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作为对蒋介石暗杀行为的抗议。汪精卫在这篇文章中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了外交部次长徐默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用这个实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在秘密进行了。说他说那个时候，这个是国民政府的一个正式会议的决定，他们都不是卖国了，你怎么是这个时候我从华给你，我在那边主张和平工作，这样主张你就说是卖国了，而且呢要置我于死地呢，他是拿这个来做反击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后来重庆方面呢、啊、也觉得这样的反击啊是这个不可接受啊，他们认为他是暴露了国防机密。令人费解的是，汪精卫在河内遇刺的第二天，日方就迅速做出了反应，经由首相、陆相等参加的五项会议研究决定，派遣银佐真昭、全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联络汪精卫，并协助其转移。不仅如此，日本报纸也在第二天就报道出了汪精卫遇刺的新闻，而且在标题中公开提到曾仲明之死不是偶然的。那不是偶然就表示必然啊，那表示必然就是说本来目标就是曾仲明嘛，
那曾仲谋的目标就是要激怒汪精卫嘛，让你不要再犹豫了，你不要再犹豫了，就到沦陷区去了，计策奏效了。邵教授的推断事出有因，河内四汪案件如此机密，日本怎么会在第二天就得到了确切情报呢？日本的媒体又为什么提到曾仲明之死并非偶然呢？这些问题都让他感到不解。通过查阅大量的史料，邵教授终于在高宗武的回忆录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疑问。然而高宗武给出的解释令人震惊。那他说啊，刺杀杀死这个曾仲明啊，这个意义在哪里？对日本人来讲有意义的，因为不刺汪刺这个曾仲明是有意义的，因为他要利用汪精卫，如果把汪精卫吃掉，那侯必恭就不要做了，对，所以他就不会去刺杀，他就刺杀曾仲明来激怒汪精卫，这个效果果然达成了。所以高宗武说他认为啊，这个刺汪案啊不是蒋所谓，也不是金统级的，是日本人的阴谋。高宗武在高桃事件后直接去了美国，几十年之后美国人帮他写了一本英文回忆录，书名叫《深入虎穴》，书中详细回忆了他年轻时参与汪精卫对日和谈，组建汪伪政权和日后又携带密件返回重庆的经过。他提出日本人是刺杀事件主谋的这一观点，是因为他坚信日本才是这一事件最大的受益者。河内刺杀的目标原本就是曾仲明，这个结论甚至也得到了当时日本情报部门的认可，但他们却认为这是蒋介石的计谋。不杀他，还留着一个跟他那个以后交接接触的一个机会，但是呢要震慑他一下，那杀个他的情形就可以了。就蒋介石根本就是要刺激汪精卫，让他去啊刺杀汪精卫啊，然后激动这个和平的运动啊。其实不刺杀估计他也去的，他去的可能性也更大了，因为该做的就是大家都已经做了，就是国民政府包括蒋介石啊，各个派系里面该做的工作都已经做了，但是汪精卫没答应嘛，那不愿意他当然就想刺杀他了。河内刺汪这个事件对汪精卫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让汪精卫完全的对蒋介石绝望，让他完全没有了退路，因为这件事使他意识到他如果不投靠日本人，他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所以河内刺汪事件应该是加快了汪精卫投向日本人怀抱的脚步。无论是震慑还是刺激，最终的结果都是汪精卫的彻底沦陷。刺杀案发不到一个月，汪精卫就在河内见到了日本政府派来的代表营佐真昭和犬养健。时隔20多年之后，犬养健仍然清晰地记得初次见面时的情景，一袭白衣的汪精卫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犬养健向汪精卫解释说，此行是奉日本政府之命来营救他去往安全的地方，汪精卫对此安排表示接受和谢意。在上海、香港和广东三个目的地中，汪精卫选择了上海，尽管那里在抗战之初就已成为沦陷区，
但汪精卫却认为上海广阔的英美和公共租界可以让他拥有更多的自由空间。会谈结束之后，汪精卫亲自出来为几个日本人送行。全养健还记得，当汪精卫把他们送到走廊的时候呢，默默地打开了一间房门，房间里很空荡，只有床铺的枕头上放着一个黑丝绫打成的蝴蝶结。汪精卫当时难过地问道：你们听说了曾仲明君临死时的情景吗？全养健等人都默默地低下了头。高宗武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次会面，他说日本人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就直接从东京来到河内接他了，见面之后大家还难过地哭了一场，正是日本人这场大哭把汪精卫哭走了。1939年5月，汪精卫呢从河内乘船辗转来到上海，海上的一幕就像是他后半生的隐喻。为了减少给民众造成投靠日本人的印象，汪精卫拒绝搭乘日本5500吨的北光丸号，另外租了一艘760吨的法国船只哈菲斯号。谁知道航行不久，海上就遭遇了风暴，法国轮船几乎在巨浪中倾覆，汪精卫一行只得全部转移到北光丸号上。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已经别无选择了。据全养健回忆，在海上，汪精卫曾向他和另一个日本代表营佐征昭表示，要扩大和平运动的阵营，促使重庆政府改弦易辙。为达到这个目的，希望日本支持他建立一个和平政府，以显示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和平诚意，用事实来证明战争的错误。这个提议让两个日本人感到出乎意料，因为这与日本对汪精卫的定位大相径庭。那我们知道日本人对汪精卫其实一开始啊还是多于利用啊，那利用的目的是要来这个用他做筹码，来逼死重庆的蒋中正委员长啊，他们能够跟日本直接来谈判。日本人不是寄望汪精卫来谈判，那只是他是希望用他来逼死他直接跟日本谈判。可是我蒋委长那边那个重庆的国民政府那边始终不愿意跟日本直接谈判嘛，所以这个汪精卫啊，这个就始终还是当了一个他的利用的筹码而已的。在汪精卫之前，日本已经在华北和江南分别扶植了王克敏、梁鸿志两个傀儡政权。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既定方针是分而治之，所以并不打算在沦陷区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汪精卫的提议与日本的对华方针冲突，但考虑到他的分量与其他傀儡政权不同，所以全养健并没有当场回绝。3天后的傍晚，北光丸号驶入黄浦江，停泊在上海市郊的吴淞口码头。从1938年底离开重庆，5个多月的时间里，汪精卫经历了他人生中最为痛苦挣扎、艰难取舍的时刻，最终还是与敌人站在了一起。汪精卫抵达上海的消息很快就送到了戴笠手中，军统的一系列刺杀行动也随即展开。鉴于河内的经历，汪精卫已成惊弓之鸟，此刻他的保卫极严，一时难以下手。戴笠决定另辟蹊径，派遣军统特务戴兴炳利用旧日的关系试图打入汪精卫身边。是吧，这个也是留日的，跟汪精卫以前是同学，关系很好，他对国民党这个刺客都是找这种能够接近他的。戴兴炳是国民党军统局的少将，曾经是汪精卫留日时期的同学，早年又参加过汪精卫的改组派，戴笠便命令他以此为契机佯装投靠。但因戴兴炳原来在改组派中的地位不高，投汪之后并没能得到重用，因此很难接近汪精卫。后来戴笠又增派了军统局书记长吴庚树亲率10名行动特务随戴兴炳再次实施刺汪计划，但他没有想到此次前去便是有去无回。那么为什么戴笠要不惜重大牺牲而急于除掉汪精卫呢？就跟重庆的中央唱对台戏的，在建立这个政权，
就是这一套计划，蒋介石就认为在战略上要把它消灭掉，要让他这个计划胎死腹中，不能让他实现。结果最后还是实现了，就是晚了几个月。那就是这些军统的刺客们实际上是用鲜血和生命，是吧，拖延了他几个月。戴新炳通过熟人辗转联系到了伪上海市市长傅小安，打算策反他，让其协助军统刺杀汪精卫。傅小安当面一派豪言壮语，发誓帮军统完成任务，可是暗中却将刺汪计划和盘托出，上报汪精卫。戴新炳被捕后，李士群和丁默村并没有急于处决他，而是决定通过他与戴笠联系，目的是使76号和军统停止互相厮杀。戴新炳答应给戴笠写信，阐明76号希望停战的意愿。不久，他便接到了戴笠的回信。回电的这个电报呢，它暗藏了一个双簧样的，等于它暗藏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那个语言，这个外人是不知道的。戴笠回信同意和解，这令李士群和丁默村颇有些喜出望外。但奇怪的是，李士群把这封信给戴新炳看过后，当场又把它收了回去。看起来有点小小的破绽，李士群发现的。李士群发现这个电报电文有点怪，然后就拿来研究，研究越研究越觉得有问题，后来就找了一些军统的这个就是叛徒，他里面不是好几个嘛，就是说起来双重间谍啊，有时候真的搞不清楚。本来是个军统的特工，被76号逮捕了，逮捕了就投降了，投降了就变成76号特工，但是他其实真强是假强呢，你也搞不清楚啊，所以实际上可能双重间谍。就请示了，就找了请教了这么几个人一起商量，都觉得这个电报有点怪。他们发觉信里有几个字的笔迹较粗，写的似乎与其他字不同，最后他们把这几个字连起来一读，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这才是戴笠回信中的真正含义，他指示戴新炳假意与76号合作，寻机暗杀汪精卫。破译此信后，汪伪的特务们恼羞成怒，当即将此案密报汪精卫。汪精卫命令立即枪决，戴新炳成为刺汪行动中第一位牺牲的军统烈士。就在戴笠加紧行动的同时，汪精卫等人也在积极筹备成立伪政府，日汪密约的谈判就此展开。这场从6月延续至年底的谈判，彻底粉碎了汪精卫的理想，也将他从国家的政治领袖变成了一个没有价值的傀儡。就连一些参加过谈判的日本人也认为，新亚院向汪精卫提出了过于苛刻的条件。就比喻一道菜，就比如说他说好的条款就是应该等到这个蒋介石出来的时候，又想蒋介石的时候，这道好菜一是应该当做蒋介石的这样一个贡品，如果给了这个汪精卫就觉得太可惜了。这个既然把汪精卫已经诱骗到上海来了，当然整个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汪精卫已经像笼中鸟，没有办法再飞出去了。日汪密约的很多内容比起之前警卫文末提出的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标志着日本侵华的野心在日益加强。汪精卫看到这份文件之后大失所望，可是考虑再三，他还是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和日本进行谈判。当听完陶先生的谈判汇报之后，汪精卫痛苦地流着泪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气，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也是抗战中最为艰苦的时刻。
日本由于战线过长，补给不足，也深感无力坚持。他们一面疯狂地搜刮沦陷区，一面加紧扶植伪政权，以抗衡重庆国民政府。我小的时候记得，在南市这一带，上海，这个把这个英国人和法国人办的这个有轨电车啊，全部压扁这个钢铁，把这个有轨电车的钢轨啊，全部拆掉，那用到这个日本去，作为枪炮武器，钢铁就是钢铁，没问人家。啊，要捐献，你有两只，这个铁果子，只有一只，美物人家。12月，日汪密约的谈判终于接近尾声。对于其中的诸多不平等条款，汪精卫的谈判代表们表示出强烈不满。在一次招待宴会上，陈公博对日本梅机关的机关长营佐真昭直言。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营佐也坦率相告，在目前不能说没有这个意思。日本人的蛮横是汪精卫没有想到的，然而让他震惊的事件还在接连不断的发生。1940年元旦刚过，谈判小组里的两位重要成员高宗武和陶希圣秘密出走香港，脱离了汪精卫集团。汪精卫得到的消息啊，是那个时候他准备要到青岛去跟这个王克敏跟梁鸿志啊，他们那边要举办会谈，在船上得到了电报。这个周佛海啊，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激动到想要杀他们两个而后快。那汪精卫当然很感伤啊，说这个两个人最早的和平同志居然背叛了他。高陶二人不但脱离了汪精卫，还将他们参与谈判的那份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公诸于世。消息一出，举国哗然。高宗武是个日本通，日文也非常好，因此常年负责代表汪精卫对日交涉。正因如此，他对日本人真正的企图也更为了解。汪精卫在河内时，高宗武再次赴日出任谈判代表，就是那一次他打定了脱离这个集团的心思。高宗武也看出来日本人其实是不可以不能够应该再继续这个跟他这个和平的接触了，所以他的意向是劝汪精卫不要再跟日本人继续交往了，这是他的那一趟的一个观察。而且他在那一趟里面也碰到了一个他温州的老乡叫这个黄寿书，那个人后来对他的高宗武的出逃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个日本人那个他的温州老乡在日本了解很清楚他也就劝他讲这个日本人还是不可以相信你们还是要这个回去劝汪先生不要再跟日本人继续这个交往。但是汪精卫并没能听进高宗武的劝告，反而越陷越深。高宗武眼看一切已不可挽回，便自己在私下里开始了秘密的准备。刚好一个绝妙的机会就在这时降临了。一次，汪精卫将高宗武约在自己家中，让他翻译正在谈判中的要纲文稿。正巧这时有一个日本人来访，临走之时，汪精卫让高宗武代为相送。他立刻意识到这是偷拍手头这份要纲文稿的绝好机会。高宗武匆匆带上文稿，便送日本人去了饭店。那个他是很机灵的很快的时间把那个人送到饭店之后他马上从后门就跑去就交给他一个朋友了，马上拍成这个胶片把他拍成胶片，拍成胶片之后这个就赶快回去饭店然后打电话给汪精卫说
哇，这匆匆忙忙之间呢，我不小心把那个东西带走了，现在不要赶快这个给你送回去啊。啊，我就说没有关系啊，你慢慢来，慢慢来。是这样的机缘，他才能够拿到那个所谓的这个底片的。高宗武出走时，随身携带了这份文件的照片共16张，另外还有密件共38页。这些悉数被当作汪精卫集团卖国通敌的铁证，公布于众。1940年1月，汪精卫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就是说，这个陶青说，这就好像一杯毒酒一样，我喝了一半，发现是毒酒，就不喝了。那我汪精卫就是那种烈士精神、革命精神，就是发现是毒酒，就索性一口气喝下去吧。一个人就是这种个性，就觉得，如果是这时候回，即使是回头，他认为就是国人也不会理解他的。其实我觉得汪一定是很痛苦的，也就是说，第一个他要不要这个舞台，那第二个他下半生是不是一定要自我放逐？我认为他是有这个十字路口要走的。那后来我认为说他会到上海的原因，还是希望说争取体面一点的条件啊。也就这种东西很像我们那个，有点像我们在像钓鱼，鱼吃那个饵，越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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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人家钓走了。我觉得汪大概有这个过程啊。也就是说他已经洗头都洗下去了，他只要把整个澡洗完。我认为有这个被动性。在控制汪精卫的同时，日本呢也从未放弃过和重庆方面的秘密交涉，但是重庆方面则坚决要求日方必须先驱逐汪精卫，才能再谈其他。就在重庆极力消减汪精卫影响的同时，戴笠对于汪伪集团的主要成员进行武力制裁的行动也在同步进行当中。他鼓励军统特工人员说：“我们要以血的事实来表扬我们的血的历史。”发扬我们血的权威。继戴兴顶刺杀失败之后，戴笠又启用了另外两条线索，他要在汪精卫身边呢勾置一张更为精密的行动网络，一个让汪精卫意想不到的杀手正在慢慢地向他靠近。接着为您播出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特约之腾飞中国。春天，汪精卫主持召开所谓的中央政治会议，商讨成立伪政府的最后事宜。这个会议通过了预定的议案，决定伪政府的名称、首都、国籍都保持不变，只需要在旗子上另外附加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三角形黄色布片，以示和重庆的区别。那就这样，汪精卫在已经沦陷了2年多的首都南京，建起了一个和重庆国民政府有着相同的旗帜、奉行同样的主义、采取同样的政治制度、更叫着同样的名称，但是基本政策却决然相反的另外一个政权。1940年3月30日，酝酿了1年0-3个月的汪伪中央政权在南京成立，汪氏的国民政府迁入了南京考试院旧址。据金雄白在其著作《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中记载，这天清晨，礼堂挤得满满的，但却没有热烈勾心的气氛，全场一片冷静。汪氏穿着一套陈礼服，仍然如当年的风采，但却显得有些苍老和憔悴。
在金雄白看来，汪精卫的演说一向充满了煽动性，生动而有力，但这天他却做了也许是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演讲，声音低沉，讲话无力。那么成立了汪伪政权以后呢，它就是整个沦陷区理论上都属于汪伪南京中华民国的管辖区了。他这一点是蒋介石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是汪精卫又是一个有资历的人，有号召力的人，有能力的人，是吧？在他又这个在日本的帮助下，把富庶的东部的江山都变成了南京伪政权的领地，而且把它统一来指挥领导，那等于是西南西北都是穷地方，是吧？这个他当然觉得对他是很大的威胁。就在同一天，重庆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份100多人的通缉名单，自汪精卫起，包括汪政权的所有高级官员在内一网无余。戴笠对于汪精卫的刺杀计划也一刻没有停歇，自上次行动失败后，戴笠很快又布置了两条新的线索，其中一个就是企业家陈三才。陈三才是一名抗日义士，192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后，他成立了北极电冰箱公司，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电冰箱，他将这件稀奇的电器售卖给高级饭店和有钱人，获利颇丰，前后经营10年，至抗战爆发时他已经是一个大富豪了。813淞沪会战对陈三才内心的震动很大，他拿出资产捐助抗日行动，而自己也亲身投入其中。陈三才得知汪精卫、李士群等人为确保安全都不敢住在家里，而是全部搬往汪伪特务机关76号居住，于是他便想以此为突破口，用炸药刺杀汪精卫。他租了那个74号那个房子，就是他邻居呢，就是地下挖了地道，然后就放炸药埋在下面，然后那个引线呢，引爆装置呢，就在74号，在这一边，这个都准备好了，就后来就被有人就举报了，举报以后，就万里浪嘛，亲自带着一帮人就跑到北极冰箱公司去，把他绑架了，就假装是一个经商的绑架一个富商嘛，就好像没有政治背景啊，可能是个绑匪。绑走了以后，当时他家里就在他的公司里全部抄家，把那些炸药啊、引爆装置啊、穿甲弹枪啊都查出来了。军统的制裁行动接二连三的发生，这让汪精卫感到极其紧张，只有处处小心。他在给妻子陈璧君的电文中曾特别叮嘱，蒋严令戴笠动作，数日来乱杀人，盼妹等严防，勿出门，勿见客，出门比必以汽车相撞，见客犹不可测，制药。不过汪精卫的担心并不多余，因为戴笠派出的另一个杀手已经开始行动了，他就是汪精卫的故交黄义光。黄义光身材高大，是拳击和柔道的高手。1935年，他与好友徒步环游世界，在印尼曾经徒手与老虎搏斗，有打虎英雄之称。当黄义光行至巴黎时，在华侨的欢迎会上与汪精卫相识。后来这个人啊，1938年的时候啊，正在非洲旅行，听到这个中国祖国的首都南京都已经沦陷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立马买了船票回到了中国，想为中国的这个抗战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抵达汉口后，黄义光与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再度见面，汪精卫留黄义光在家里居住，并写信介绍其去往昆明航校受训，临行前还以川资相赠。
南京伪政权成立时，汪精卫的七弟陈耀祖曾写信给黄一光，煽动他在空军中响应和平运动。黄一光收到信后报告了上级，后经空军推荐给戴笠，军统对他施以短期训练后，黄一光便带上他与汪精卫合影的照片前往南京。他很快得到了汪伪政府的任命，便写成文要求汪精卫接见。正在此时，汪精卫突然接到76号的密报，军统已派出2名杀手来到南京，准备寻机行刺。于是他责令南京区区长马啸天彻查此事。就在侦查中，一个出乎意料的巧合让黄一光暴露了。经过侦查，76号的特务们发现，在中央饭店的登记本上有一个叫黄征夫的人，而他刚好和黄一光同住一个房间。汪伪特工在房间里搜查出了一支4寸的穿甲手枪、10发达姆弹、一架照相机，还有一部小型电台和密码本。受此牵连，黄一光也被带到76号审讯。但是后来却发现，这两个人之前啊确实并不认识，只是凑巧住在了一个房间里。不过黄一光对自己来南京刺杀汪精卫的目的是直言不讳的。听闻此事，盛怒之下的汪精卫批复，着即将黄一光枪决。黄一光在1940年12月17号在南京御花台英勇就义。就义之前，他要来执笔写下了几句话：“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歌唱，我愿为你而死。”1940年，随着汪伪政权的建立，汪精卫等人和日本的谈判呢也终于结束了。为此，他特意在南京举行了华日基本条约的签字仪式。金雄白在他的回忆录里记录了这一事件，而且生动地描述了一个细节。他写道，汪精卫站立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经充满了凄婉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向下直流。突然，他一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的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浸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于捶胸顿足。所有在四周的人员也为汪氏的悲苦激起了国家之痛与身世之悲，很多人的眼眶都红了。金雄白说，这一幕动人的场面19年来一直还在他的梦境里出现。抗战军心，中国所面临的艰难困苦无以复加，失败主义的情绪迅速蔓延。在所有被这种情绪所感染的官员当中，汪精卫无疑是级别最高的一个。在所有主和的声音当中，汪精卫也无疑是付诸行动最为坚决的一个。即使他面临的现实已经完全背离了他最初的理想，汪精卫仍不肯放弃他的选择。人不要为了存在的价值而牺牲了核心价值。就换句话说，我一直希望找一个舞台，一直希望找一个在这个政治圈里面存在的一个角色，最后把核心价值给丢掉了啊，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就把它整个那个核心价值都扭曲了嘛。就是说那个踩过那个红线以后，已经不管3721了。我认为基本上他晚年的心境大概在这个矛盾里头了。那表示说他内心呢也很挣扎了，就是他知道这个方面的判断呢是错了，那错了你不能回去啊，所以只好还是在汪政权里面呢，这个自作困兽之斗吧。汪伪政权与其他以往沦陷区的各个傀儡政权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从名义上来讲，它是中国沦陷区内一个统一的政权，治下的百姓多达1亿8000万人。汪伪政权还有自己的军队，陆海空三军齐备，共计60万人。这些军队很多是由收编零散的国军部队而来。历史学界对于汪精卫和这个政权的看法不一，几十年来这些研究也从未停止。我们小的时候就没有吃这个皇帝，有些时期啊都是吃一种糙米啊，就是杂粮，所以呢
这个汪精卫政府啊，在沦陷区啊，收过老百姓的这个金钱和这个粮食啊，布匹，这一专门有成立一个委员会啊，所以仓库里面，抗战胜利的时候，仓库里面还有很多用不出去的棉布很多。汪精卫这个伪政府，我现在都骂他。可是假如万一中国溃败的话，他是可以起一些这个作用的。说如果有一点给他一点同情的话，不是道德性的，这种同情的话，他真的是那个背负的很多的东西。可是我们要说，如果以民族主义来讲的话，真的就那就很难，就是逃不掉，逃那个躲不过那个定性的一个判断。汪精卫所期盼的和平景象终究不过是个泡影。就在他所建立的以中日亲善为旗帜的伪政权辖区内，日本侵略者对抗日志士的残杀从无一日间断，中国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也没有一刻停止。即使是在沦陷区被刺杀的英云，还是始终笼罩着汪精卫和汪伪政权的那些官员们。这一天，军统的枪声又在街头响起，被刺杀的是一个刚刚从戏院出来的伪区长。当天这个区长正要坐上一辆人力车，军统特工马衡良举枪便射，但因为人力车颠簸，子弹没有击中要害。几天后经人告密，马衡良被宪兵队抓走了。他们就觉得我父亲身上挖不出来什么对他们有用的线索，就残忍地把他从高处摔下来，被狼狗子吞噬。经多次审讯无果，马衡良被敌人杀害，牺牲时只有22岁。那时候他的女儿马明珍才刚刚出生不到2个月。这样的对抗在同为中国人的重庆政府和汪伪政府之间随时会有，且不仅限于武力、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也都存在。比如说抢粮，也就是说今天伪军他要跟国，因为那时候粮食生产不够嘛，所以说伪军跟国军他们还是要抢粮食的啊。那比如说货币战，也就是说伪政府印了很多假钞票，要破坏那个法币的价值，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毕竟重庆是他的对手，他还是要做一些破坏重庆的事情。所谓的和平运动越来越背离汪精卫最初的想象，这一点就连他身边的人也都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周佛海的日记里就曾真切地记录了他自己对于和平救国理想破灭的痛苦。他写道：余深感过去在汉在于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对于我国估计过低，因观察误谬，致有和平运动之产生，一念之差，百劫不回。汪精卫的痛苦和悔恨应该并不比周佛海更少。据金雄白回忆，汪精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性情变得越来越暴躁，完全失去了他平时温和圆融的风度。他往往会盛怒，厉声呼斥，甚至把椅子都扔了出去。开会时，每当汪精卫讲到国际局势、国家前途与当前的处境时，他的声调便由激昂而渐变为低沉，再由低沉而变为颤抖，最后是哽咽，甚至哭泣。
1941年国际局势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美国彻底放弃了中立，冻结了对日本的战略物资运输，美日关系变得岌岌可危。随着中国战区的战况日渐焦灼，日本更是急于分享德国在欧洲的战果，外交上彻底转向了与英美对立，并且最终踏出了掀起世界大战的致命一步。12月7号清晨，日本海军突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也由此爆发。这次袭击呢，将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孤军抗战4年半的中国，终于达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目标，迎向了一个全新的局面。1935年年底，汪精卫在南京遇刺，由于其中一颗子弹打入脊骨，无法取出，导致他此处的枪伤在日后时常发作。心情不好或者天气不好时就会有炎症，而且还常年发烧。不过因为没有伤及脏腑，所以汪精卫得以死里逃生。5年后，家人为纪念这次脱险举杯相庆，汪精卫在宴会后填词一首，以叙万千感慨。据说当年医生就曾断言，汪精卫因此伤活不过10年。果然，在1943年的一次意外中，他的枪伤又发作了。8月间，医生发现汪精卫的背部创伤损及骨髓，入冬后病情更加严重。一天，汪精卫在下楼时不小心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脊椎骨上的旧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他当时就昏了过去。12月19日，汪精卫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经手术将子弹取出。那颗已列为2节的子弹因为日子久远，颜色已经变黑。术后，汪精卫除体温略高外，情况尚好。这个手术算是进行的比较成功，但是好景不长，过了一段时间，汪精卫持续发高烧，而且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经过这些专家的诊断呢，汪精卫得的是脊骨癌，学名叫多发性骨髓肿病，已经到了这个病入膏肓的程度。2月下旬，日本政府派著名外科医生黑川等人前往南京为汪精卫检查，结果发现他的两腿变得不听使唤。专家们认为汪精卫病情严重，南京、上海都无法治疗，只能送去日本就医，但也不过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临行前经商量决定，由陈公博代行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代行伪行政院长。3月3日上午，汪精卫被人抬上了海监号飞机，飞往日本名古屋。而且日本方面准备了一个相当强大的这个治疗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都是日本相关方面的医学权威，对汪精卫的这种治疗非常非常的重视。而且这些医生呢全都住在这个医院附近的观光旅馆里边，都随时待命为汪精卫治病。住进医院的第二天，医生便为汪精卫再次实行手术，术后他的下肢体温和感觉有所恢复，但仅仅3个月后，汪精卫的病情再度恶化。8月10日，周佛海去医院看望了汪精卫，感到他已是病骨之离。据说自知来日无多的汪精卫口述了一份遗嘱，由他的夫人陈璧君笔录，定名为《最后的心情》，全文近5000字。当然有人怀疑这是不是真的，据很多人考证，这个的确是他的这个遗嘱，所以他也表达了他的心声。当时他也知道，他也很欣慰啊，这个觉得这个日本现在必然会溃败了嘛。因为他在这个医院里头，这是日本的，也就被美军炸了一塌糊涂，是吧？这个日本败亡是
是必然的这事情。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汪精卫在日本的医院中不治身亡。第二天，他的棺木被运到南京光华门外明故宫机场，23日葬于南京中山陵右侧的梅花山山顶。这是汪精卫生前亲自选定的地方，以此象征着他对孙中山的誓死效忠。9个月以后，日本正式投降，汪伪政权的人虽早已确定了最后的方针，内心却仍然怀有极度的紧张。在国家胜利与个人命运的纠葛之中，大家只有默然相对。日本投降的第二天，在南京颐和路新主席的官邸，陈公博举行了一次正式的解散会议。会议中每个人所表现出的竟是以戴罪的心情静候接收。陈公博以戴主席的身份宣读了解散宣言，静待重庆移交。会议的时间很短，仅数分钟就结束了，汪伪政权于百转千回中建成，就这样于一夕之间全盘消解。金雄白亲身参与了汪伪政权的筹备、创建、发展和失败。日后他在回忆录中深有感触地说，假如一个政权自己没有独立自主的实力，而想依附外力来图存，结果未有不受压迫、不被出卖的，也未有不将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利益断送的。如其你仅想一时加以利用，别人会比你更聪明，结果将是适得其反。汪政权的始末正好给一切想依附外力或借重外力而犹在自鸣得意者做一个应见。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前便炸毁了汪精卫的坟墓，并火化了遗体。据参与行动的人回忆，他们打开棺木时看到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覆盖着汪精卫的遗体。他身着伪政府文官礼服，上衣口袋内有一张约3寸的白纸条，上面是陈璧君毛笔公书的4个字：魂兮归来。除此之外别无遗物。半个月后，被铲平的汪坟旧址上立起了一座可供游人休息的小亭子，亭子南北各辟一条小路，旁边只有各种花木，周围环境修整一新，景物全非。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为这座亭子题写了楹联：敌寇遣踪，江山如故。金雄白讲，汪精卫呢曾经对他的长子说，若中国还能有救，只有希望我是身败名裂，而我们的家是家破人亡。你必须有这样的准备，也必须有迎接着未来命运的勇气。时至今日，抗战胜利已过70周年，一切都已作云烟般消散，只有对于汪精卫的争论还在继续。虽然他早已经作古，但是他的蜕变之路却值得我们深思。只有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考量汪精卫，才会得出一个最接近真实的答案，才能够让后人引以为戒。接着为您播出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特约之腾飞中国。